一定会移位，你不知道是睡觉还是姿势，你完全不知道。都不处理的话，它会放射扩张，到最后变成自律神经失调，这就叫文明病。太不痛了。我们现在来那个整骨大师这边，你看他这边这个环境真好，好像高人就要在深山里面的感觉。你好，我在录影可以吗？对你来讲，人体都好像是一个什么开关，要不痛，看看，要不痛就这样，是一个开关吗？然后你就把它按过来就好了，啊、是不是不痛？是啊，不痛是事实啊，你就不要管它什么开关，它不痛就是事实、啊，对不对？刚刚痛啊，现在不痛，它就是事实了、啊。看你这样做是不是很疗愈？对，好疗愈哦！你不要给我在那边疗愈，我在那边痛，你在那边疗愈。有机会啊！对，你刚刚可是也是录得很开心呢、啊，而且他的肩膀超硬的，之前我帮他按摩，有硬吗？这肩膀有硬吗？这肩膀松的跟什么一样？松的吗？有个软软的啊，有没有？我们要撑住，忍耐，是不是应该给他那个镇店之宝？镇店之宝，先垫。来了，你要做什么？来了，来了。汗是不是比较少了？对，真的耶。对不对？哦，好强哦。所以我说你那个刀是白啊。来，你大拇指在干嘛呢？好了，不会吧？嗯，那手是你呀、啊，不是我、啊。你的手是你的手。哇，好了，你可以弯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本来就可以弯了，但是弯会痛啊、嗯。所以你现在是不会痛，可以弯。test， 贴那个好像感觉很奇怪。怎么可能？不会痛了吗 ？Oh my god！ 所以是不会痛了吗 ？Oh my god！ 不会痛了。历史性的一刻 ！Oh my god， 没有，还有5%，剩下一点点了。最下面的时候还有。最下面它其实是在这里。嗯。这里。加油，你很棒哦！你很棒哦！加油，加油！是直的吗？嗯，算是直的哦。是吗？嗯。要不然呢？我说你有3年没办法升职了。是直的。直的。嗯。是吗？嗯。不可能吗？那不是直的，是什么？这是直的。直的。是不是直的？是直的。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！继续处理的话，我手有可能可以完全变正常。当然了。真的、啊。一盏明灯。你看。你看，你今天做一次就差很多了、啊。哇，这样会不会太强？哦，肩膀那边不是，他这边有问题。有问题才会这样吗？对，我肩膀也有，脚踝也有。脚踝？对，他这样大下去。哎，对他前几个月有那个骑摩托车摔倒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没关系，他要重组嘛。重组肉啊？拆开重组。你看人肌肉比较哇，给我个荧光灯啊，你看到这里哦，那这样子用完之后哦，这里这几颗你看比较黑，又比较大。配一瓶威士忌，你吸吸看看，现在有没有15？
有没有可以吸很长？好像比较顺，就是对，不会有那种要硬塞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轻轻吸就有了。老师，那你刚刚说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一定都会啊，一辈子都会。对。那你帮人家做，谁帮你做？找同业。所以你也会去找人家做？会啊。哦。行吧，应该是这样，他变这样。所以他这个脚翻过，这样翻过。就是用滑滑板嘛。啊，所以说他会痛到这里。滑板少年。他很聪明的，穿厚袜子。他有备而来。对。穿袜子，还不穿猫咪的袜子。哇，这个痛，这个有痛，这个有痛啊，这里。嗯。他快受不住了，他快吼出来了，我感觉得到。可以，你再动动看。对。有重组了。这么神奇吗？重组了。对。啊？对。可是应该也不会一次就好吧？他是已经十几年了，还是好很多了。嗯。因为他那个关节面已经打开了，刚刚是卡住。所以这种民俗疗法可以流传几千年，真的是有它的道理，有它的智慧在哎。太了不起了。所以不好学了，不好学就是说它没有逻辑。嗯，很多是靠手感。嗯。所以我们都知道你疼痛到哪里。嗯。哦。那就只能师傅领进门喽。对。修行就是看自己去揣摩喽。对。所以一个学程最好要三五年，最少只是一个基本架构。哦，三五年只是基本架构。你要能够独当一面，最起码都要五年、八年、十年这样。哇，这是职业还是说学习？职业，你要到职业的话，最少要五年以上。而且要不断的跟着。哇，你再动动看，行吗？都松掉了。嗯。它的那个整个转的角度会比较大，嗯，所以你当你进入一个领域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我们很小，很渺小，自己，然后你的东西都不够用，嗯，就越来越不够用，不是越来越够用，是越来越不够用，越来越笨，越来越感觉自己好像越来越笨，就像他讲的，好像感觉自己越来越笨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领域太大，就是我们想象中这样，研究的够深的话。就会觉得自己会不足，是不是这样解释？你越进去以后，你就越不懂。哦，要懂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。哦，那你摸索了几年啊？其实到目前也是在学习啊。到目前还在学习。嗯，说得好，学无止境。学无止境啊。嗯。我就是一个教材。你是一个好教材。好在这里。对。哦。因为你不叫教材啊，你都不叫。都没有哀哀叫。对啊，那就不算教材了。哎、欸，你叫什么？加课。你看，你再摸摸看。哦，真的。平头。嗯。怎么平头？哎、欸。哦。是平头到这边。嗯。我要配。这样看起来要那个穿裤子比较好看。它又可以嚣张起来。我就有点想上去。那就这样。嗯，对，那边好，上那边好深。那好，他都在用那个滑鼠啊。一定的啊，设计。所以我们有机会常见面。那要怎么样能够不见面呢？啊？怎么样能够保持使用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使用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没有办法通过什么职业正确知识使用什么什么的，可以这样就可以。最好永不相见。不可能。所以在我这里最久的客人已经一二十年了。你说只要是人都是这样吗？你一定会移位。啊？一定会移位。你不知道是睡觉还是姿势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所以这是正常的。正常。那如果都不处理呢？啊？就是都不处理，都不管它。都不处理的话，它会放射扩张。嗯，疼痛会放射，所以就会越来越全身不舒服，到处酸痛什么的，这样是不是？到最后变成自律神经失调，然后那个横膈膜就会发炎，然后你整个作息就会乱掉，那这个就是忧郁症的前兆。哦，所以它是爆发，这跟忧郁症有关。有哦，
因为你疼痛嘛，啊、因为你的疼痛，你没办法去治疗，啊，没有办法治疗，找不到问题，因为其实你身体都没问题，它只是发炎。哦，所以这种其实去看医生也不知道看什么科，然后也找不出原因。这就叫文明病。文明病。对。它叫做自律神经失调，它的名字叫自律神经失调。嗯。那目前西医来讲呢，它只用药物控制。嗯。但其实不是，它是深层的筋膜发炎。哦、嗯，我常听到自律神经失调。对。深层的自律，它是深层的筋膜化炎。那要怎样？就是适度，你要均衡哦。那、要取中庸之道，所谓的中庸就是不偏不倚，位置中哦，就过于不及。所以说你那个拿捏很重要。所以人的拿捏是靠我们来大脑来控制。那你大脑有没有意志？像你女儿她翘脚盘腿、这个你要靠意志力来控制，要不然不知不觉她自然就会。哦，所以还是要靠自己去保持好的姿势。对。但那只能说减少、但无法避免。嗯嗯嗯，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有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避免、对不对？所以因为第一个你睡着了你也不知道，那你在工作的话，工作一忙你也忘了。对你怎么去控制它很难。对啊，等到你痛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啊要警觉，但是要警觉它已经开始在痛。那如果再加上你找不到人或是没有时间处理，那他问题就扩大，一直拖着，对不对？拖着就扩大，很多人都找不到人。像这边这个会代偿，就是拖到现在这个，因为身体会代偿。这个就是你头痛一点。哎，老师，他这样扭头，外面好多新闻说什么会有危险啊？最近有一个英国的什么，还有执照呢，扭一下那个人就翘辫子了。没有，他是本身就有问题。他本身比如说他是高血压、或是有心肌梗塞、所以我刚刚是用那个什么用 impulse 先把你放松，那、放松以后再来做调整、这样你就不会紧绷、他是在没有放松的情况之下你处理的话，因为他会紧张，他会拉扯，然后再来的话他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有中风过、我们中风过有讲的就是脑塞血管堵塞、那你在动的同时他有可能那个里面的血块可能冲上去、然后冲上去又堵到哪里他就去了。对哦，啊，这样讲就是那个英国那个女治疗师衰咯。对，因为她其实是一种危机的管控，任何事情都有危险的。没有危险。比如说你开车，你会开车的人很方便，但是你有没有预知它后面有没有危险？一定有。只是你有遇到跟没遇到。所以它的比例成分就是说，你的技术好的话，你遇到的相对时间遇到的几率就下降。所以说这种事情没办法说百分之百。因为只要人都有问题。我家会很吵吗？不会。舒服的。谢谢。舒服的。那你看啊，你看他现在整个身体就是比较正，什么？从头到尾呢，那这整个身体就比较正。我是想说什么？我是想是在一起，我没有注意他。可恶，没有注意那么多。没有，因为你女儿，你天天在看，就会注意一下。对啊，他自己感觉比较重要啊。你现在感觉有比较好吗？两太爽。是哦。对，舒服。老师，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机遇的问题？那这样子你不会觉得说那你做这个风险有风险很大、所以你要那个危机管控、所以你会看有些人不适合做就不要做。是的是的。我看网络上，我查网络上说什么80岁以上啊，什么或者是什么有什么三高那些都不适合。我其实都做。我最小的客人差不多现在才6岁，那甚至于做过3个月的。才生下3个月，他就已经歪掉了。对，他因为在母体里面就已经压倒了。出生的时候就头太软了。那最高纪录我做到97岁。那你怎么敢下手？为什么不敢？不是啊，你刚自己讲啊，几率问题啊。那你要避开啊。啊？你要避开风险啊。它风险不是都有，你要避开风险。所以避开风险，像刚刚我的 SOP 就是说，先放松，再来处理。那你放松了以后，它整个放松了以后，它的结构就会松软。那松软，你来调整，当然比较没问题。那你如果说完全没有放松的情况，你来做的话，它会硬拉，硬拉就容易受伤。然后再来它的反抗程度。那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放松。像刚刚我在调他的胸椎，我是在他放松之后才下手。所以你会知道他有没有放松？当然了。还是说，反正只要
那个噔过后，它一定会放松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一定。没有，那你可以感觉到。当然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叫手感。哦。手不是很漂亮，但是它有感觉。好爽。因为我原本只有一个小点，然后后来会越来越扩大。对，它变成左边也酸，然后右上面也酸。因为放射的。它这样吗？对，它会放射。哦。有没有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？有，可以哦，很棒，赞！后面不看了耶，都在疗愈，我看你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，你们两个到这个，你两个都会很开心。一个是看得很开心，另外一个做完了很开心。那我现在就不痛了。好，换手。换你啊！交叉了，交叉了。很酸，很酸。对代表他问题很大。哦，掉下来。死亡观看。太好玩了，没力气了。可以手可以到这样。没有了，老师。右手本来就 OK 的呀。你弄错了，你弄错了。我说这个应该不能弄吧？抽到了，抽到了。三四年了。看在这里，啊，这连脚底都会麻哎！你刚敲门，对啊，哦，你看，有吗？是不是这里没有那么紧？你不要帮忙我，我自己弄看看。我自己弄。哦，可以，差不多的位置。可以抓痒吗？抓得到吗？已经上来很多了。是怎样？为什么那么大力？没有，我要瞬间把它弄上去了。看看它可以到多高啊！要上去还不简单，有转小了。我新招，新招，好好，哇，是真的很酸，是真的很酸。所以我在跟你讲，这里刺青啊，你看这里有刺青，难怪这样。这边刺青啊，哦，这里有刺青，它都会伤到这里，整个都很酸，眼泪都出来了，欸，没人看到，但是那个酸还没完，留一点下次吧，快 hold 住，等一下上房洗护皮就惨，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，他最低只有一颗心，我要给四五颗心。我看起来像是右边，嗯，不是，不是啊，老师不要紧，是左边哦，是左边吗？哦，啊，哦，老师你在偷讲哦，我没讲，我没讲，里面要拨开才会松，要开始喽，脚要开始动了。被电蚊拍打的，我对面一块，那是手啊！师傅在骗的，他没有接另外一集，咬我屁股要爆啊！那是正集没有接，没有。有吗？这个里面吗？师傅，有吗？痛完了一二四五，用完就没有不舒服啊！后面。这就是喝醉的会说这样。我起来你就起来，我下来你就下来。好可怜呢，好可爱啊！来吧，我转过来。嗯，很轻。对，手抬来了。哦，啊，有啊，起来了。啊，一样啊。有没有？哎，不是，我可以直起来了。对啊。哦，怎么可能？起来了。
对啊，两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两次。上次他回家还是人到，后来又回来一次。对，有说回来。对，上次这边弄完有比较好，可是没有几天，后来慢慢的又只能叫。没有，这次还没有完全。这次很自然就直了。发表感想。没有感想，只想哭。